感谢。找我来当嘉宾，找我们来当嘉宾。你们不是嘉宾，我是那个哦，我在社里面。对，因为我很久没有走这么多路，因为自从比特币大跌以后，我就再不走路。Stephen 已经封下了，我删掉。对，但是最近今天是比较。今天有点起色啊，所以我觉得好兆头。所以我今天一早起来出门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晚上会非常好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夜晚。很显然，今天超赞的，目前为止。然后呢，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有看我那个节目吗？拜托林大渊，很好。那请大家记得去追踪本色的 YouTube、本色音乐。啊。我也有。哦，好，那你讲讲。我没有。八九月的时候，我那个徐妹的 LP 纪录片有没上？大家记得，订阅、按赞、笑脸大。这样，哦，把它讲一次，就是你们在那边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其实我节目已经在拍，所以你们都入镜了。